有人翻完成日工，夜晚就会变身业余发明家，将啲零件拆完又砌啲新奇产品。直立碌碌车，创意产业由家做起。吴先生平时中意砌下机械人当模型，又会同一班发明家交流下。而呢一架自制嘅双轮平衡车就系佢嘅杰作啦。美国嗰架要几万蚊港纸，连美国总统小布殊都玩过。香港版佢用咗4000蚊港纸就搞掂啦。而操控亦都非常之容易，身体向前倾就会向前行，向后挨又可以褪后，想转弯拧下个掣就得啦。不过双轮车仲系试验性质，唔揸得出街嘅。啊，阿文西，你点谂啊？文西，啊 ，sorry， 阿吴生啊，喺网度咧，我见到一个 concept 就好似一啲两碌嘅平衡车啊，咁开始咧就钻研下啊，谂下点整咧，想拥有一架。整完之后我发觉啊，原来可以应用喺一个伤残人士嗰度。如果幻想一下，如果我可以用呢个车个 level 可以升翻高啲咧，同埋佢行嘅时候比较方便，咁室内都可以走动自如啦。咁社交方面咧就可以帮到手啦。